I am E one. No please. No pick up. Okay. Bye. Go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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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大家好，我是蔡志贤。这场比赛的红方选手李元坤来自星辉搏击，蓝方选手是来自伊朗的加瓦德。是。李元坤是第二次来打武林风，所以对于我们的全民朋友来讲，哈，他可能就是大家印象当中他还是个新人。是。所以蔡老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元坤他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他是河南周口人，目前在这个星辉搏击俱乐部，就是。小胖魏宁辉的旗下，目前小胖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擂台的红角这边。他跟小胖自己预告了，4月27号呢，在武林风的珠海站呢，魏宁辉会出现在我们的比赛里面。我们再回到场上来。话说这个贾瓦德是伊朗国家队的队员，目前呢也待在河南的俱乐部里面。在河南的。对对对。我记得他和杨明有过交手，交手过两次，在武林风打过一次，相差一个月互有胜负，一次是这个去年八月先用泰拳规则来对决，杨明获胜。那在武林风呢，用武林风规则对阵是9月那一场比赛呢，是这个贾瓦德获胜。那贾瓦德呢，就是擅长腿法啊，他需要距离。那现在呢，我们的李元坤就是想贴近他，可是呢，我们的贾瓦德一贴近之后，他就会抱你了。好，又要抱你了，哎，一抱我摔你，太漂亮了，你再抱吧。然后在第一回合，我们的蓝方贾瓦德已经用了2次的转身后蹬啊，但是都被我们的李元坤的手肘给挡下来了。李元坤要注意一下，他转身后摆拳的角度还不太对，哎，小心！啊，这个贾瓦德太擅长腿法了，要特别注意他的腿。所以李元坤也不要去给他这个特别适合于腿法的距离。是，但是呢，对手就是很能够拉开距离，而且还有膝，这个贾瓦德有膝，所以你贴近之后呢，也是很痛苦的。这两位在身高上的差距并不大，可是臂展上差距有些大。李元坤的臂展是169，而贾瓦德的臂展是182。我们看就是那个手臂是挺长的，所以他能够把距离拉开，不管是用他的手或他的脚，都能够把距离拉开。所以你看李元坤要打进去都要先挨到好几拳，我吃了好几脚。小心。哎，这个连续好。连续的变招太漂亮了，急中生智。你们大家可以从慢放看到我们的李元坤这一记变招，还是挺精彩的第一局哈。虽然说在这个身高臂展上李元坤有那么一点点的劣势，但是他不怕，对，我就敢出招敢打。但是其实双方都会觉得哦，这个就能上脸了，都觉得对手很难缠，因为在开赛之前呢，双方都用眼神来瞪对方，想说吃掉对方，结果呢都吃不掉对方。先来个眼神战。是。接腿，漂亮，在抗摔，但是呢还是逃不过我们李元坤的一个大摔。哎，在变招。哇，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看武林风，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6，参与红蓝阵营的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帮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好，第二回合的比赛是看第二回合我们的李元坤怎么去拿到他自己想要的距离。尤其是这个小胖擅长的干打，目前我们的李元坤还没办法发挥，因为还没近身了就挨打了。哦，注意一下，打得有点急，真是不太好近身。是。第二局开始，节奏是快了起来，不过稍稍有一些乱。对，我们再回忆一下，我
李仁坤在我们的武林风的第一场比赛对上的是顺远搏击的田耀宗，那用就赏了两对手两个独秒，所以其实我们的李仁坤要稍微冷静一下。哎，不错，哎，近身了，但是呢有被打到后脑的嫌疑。看得出来，这个加瓦德真的是很难缠了。对，他跟你打近距离的，他也行。在贾瓦德跟利来跟东方的选手交手啊，只有遇到这个王文峰，吃了亏。王文峰的拳法还不错，以重击差点击到了贾瓦德。那其实呢，李元坤擅长的就是他的拳法，可是今天的拳法没办法发挥出来。对。那在过去呢？李元坤也会遇到这个状况，他就是拳加个地反击，然后对手撑不住之后就是用抱他，然后限制他的进攻。那所以今天李元坤也要想办法破坏这个贾瓦德的进攻或是防守。李元坤好不容易打到他的距离，但是呢没什么太大的动作。对，就是进去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是，那看起来这个贾瓦德的拳非常的准，对，很冷静，而且贾瓦德有臂展优势，是而且透过上半身往前延展增加他的攻击距离，等到李元坤要打进来的时候他立刻往后仰是打不到的。对，这是个拳击常用的技巧。双手估计我兴奋一点啊，兴奋一点，元坤放手松弹起来，兴奋一点，对，没事啊，跳进去，后手拿好，前手点着打后背。所以呢，我们的李元坤要多加点瞄前手点着对方的拳。对，不要一味的，你看他往前走，往前走，元坤，往前走，打后摆拳。哦，对，两个摆拳啊，两个摆拳。你看到小胖和宁辉那个焦急的表情，你看腿也是空的。是。目前首先要对于这个拳击要状态拿出来啊，后手拿好，拼拳的时候手拿好啊，放松一下，别太硬，不要打这些动作。又被点到了，就很轻松的一个击拳。发音，发音，拿下打呀、啊！对，是的。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看武林风，打开手机淘宝搜索五个六，参与红蓝阵营的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帮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好，这一次李元坤的备战是由国内比较知名的泰国教练这个嘟嘟跟阿密来训练的，然后加强要求他加强步伐跟这个压制能力。好，第三回合总算有点压制能力了。好，看到压制能力了，还可以讲到他的压制。是因为前两回合呢是贾瓦德占了优势。哦，耍一下。是，他说肚子不怕打。对，因为对手的拳其实不是很重，你就往前压。那魏宁辉的干打还没出来，你要把你师傅的绝活拿出来用啊。对，今年我们李元坤刚刚用这个连续的干打在第一回合 TKO 对手吧，所以今天呢赶快把这个他的左手的感觉找回来。今天李元坤的左手感觉还没找回来。对，好，在近身的时候呢，我们的李元坤稍微消极了一点点，可以多做一点动作。好，又是被这个直拳给限制距离的。那你看，我们的贾瓦德直拳限制你距离，你进来之后呢，我就一个西吉再换个位置，再把你丢到另外一边去。那李元坤他面对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样做？我觉得他不应该再一味的还在往前进。是，往两边走。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要去破坏对手的直拳，因为对手直拳你都没破坏掉。
好，现在竞争好，李元坤有机会，但是呢他没办法专心打拳，因为对手近身有袭击，对，他打了会有点怕，不敢打太多拳，你看那拳不太敢出，因为手臂要在那边等膝盖，糟糕，再这样下去连第三回合都守不住了。好，有机会，有，是，哎呀，不要再表演了。对，那两人也是在力量的对抗，因为贾瓦德呢就是往前顶，让你在失去平衡情况下比较不能够发力。你看，刚才贾瓦德又改变了位置。往下滑，别想滑滑滑，不打拳打输不了。李文辉最后的机会。好，好，这个师傅教了，终于用出来了。但是感觉贾瓦德蛮耐打的。对，好，开始慢慢的李元坤适应的贾瓦德的拳路了。好，还有十秒，维持一碗，非常可惜。我们就看看这场比赛必须由裁判来决定。相信这个李元坤在最后第三回合拿下来是没问题的，那就看前两回合的表现，裁判怎么认为了。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7-30，三号裁判28-30，比赛结果，蓝方胜。